慈济志工举办无肉市集，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帮忙，一起推广素食。我们都来自高屋、北海、槟城，还有丹顿，告诉我们慈济，你看那个和和不协，人的力量原来就是这么的美。市集还安排手作区和游戏区，歌唱、舞蹈，宛如嘉年华会。那很希望呢，慈济可以多办这样子的活动，因为可以提倡，让众生多吃素，然后减少那个杀生，而且对我们的环境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影响。师姐们带动还有老菩萨共唱、贡献、手语、唱歌都非常好，让我妈妈十分的欢心。好多慈济志工他们非常发心啊，出来帮忙，所以让大家感觉到是很温馨，然后也是很舒服。无肉市集筹募的善款全数捐给慈济慈善事业，救助苦难人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翁丽燕、王明丽，马来西亚报道。